同志们，法西斯已经离伟大的首都近在咫尺，无论如何要将敌人挡在这里，让冰铁雪地成为他们的坟墓。敌军已经向阵地发动了两波进攻，都被我们英勇的战士击退了。看样子他们还没有放弃，那就尽管来吧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保卫祖国的决心。